道十三香，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《天天饮食》，我们今天和屈浩屈大师来学做一道什么菜呢？土豆炖排骨。土豆炖排骨作为一道备受青睐的家常菜，每家的做法相似，却又不尽相同。那怎么做更好吃，还得看看大师的绝妙之处在哪里。老菜的新做法马上揭晓。制作需要准备的主料有排骨，辅料有土豆，调料有香菜、大葱、酱油、桂皮、八角、老抽、料酒、白糖等。戚师傅，您能跟我们就要点说说这土豆炖排骨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？第一个，你看这土豆，一般咱们都切，今儿咱不切了，咱们撬它啊。等会儿撬，哎，就是我这，你看扎一点过去，哎，掰它是吧？这，掰它，这叫撬是吧？这个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？哎，关键你看没，它这有毛茬，它不齐，毛茬不齐，而且呢，这样它是掰出来的，更容易吸味，更容易吸它的味道。就跟什么手撕菜啊，哎、对，就是一个道理，意思一样的，是吧？哦、就是拿刀根轻轻的掰它，是吧？有点翘嘛。就是说，今天我们这个菜呢，在食材的初步处理上，就能表现出一种比较农家和粗放的风格。对，与众不同嘛。嗯，其实就是把土豆给剃。哎，这个地儿呢，其实类似于切滚刀块。哎，你看，跟滚刀似的。是。一个是它便于入味儿、再一点呢，很重要一点什么呢？便于夹它。这个做炖菜，哎，像这种快茎类的食材都可以这么处理，对，对吧？都可以这么吃的。如果我们比如说做里头搁的山药，啊，是不是也能这么弄呢？也可以，什么芋头、芋头，对对对，红薯、土豆，对、对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、我们来点这个，得姜啊，姜，对，姜呢，我们一会儿用点煸排骨的时候，哎，配点这个姜片啊。小碟儿，哎，葱 来两刀，马耳葱，哎，像马耳片儿，马耳葱，葱姜有了，然后我们再切点梅脖葱丝。这个同一样葱，干嘛还切两个刀？哎，不一样，它的一个是在底下跟排骨一块煸炒的，所以它需要块大点。啊，再一个呢是煮少点缀上面的，是要切葱丝的。知道了，把这葱心呢去掉，葱心不要了。为什么葱心不要、葱心可以搁在底下，我们炝锅时候直接吃了，不糟蹋啊。好，那我给您掰掰吧。掰掰，哎，好，更入味了。对，嗯，看出来今天的风格了。对，越来越把我这意图领略到了。嗯，你看斜着切，跟人的眉毛似的，所以叫眉毛葱。嗯，好，这个是最后才用，最后才用，不着急，拿个小碟儿、啊，搁着。拿个小碟儿啊，来，最后了。然后我们那点香菜搁水里泡泡，最后撒在上就可以了。这个香菜冷水泡上，叶子只要叶子对吧？对，不要梗。叶子就完了。然后弄点眉毛葱，最后来往上一放。对，好了，我们经过刀工处理东西，我们就处理完了。嗯，下面可以正式烹调了。开始叫煸排骨了。喂，先不煸，我们先焯水。祖国，倒上开水。是我们先焯排骨啊？对，先把排骨焯一焯啊，因为呢，这排骨呢一般有很多的血污，嗯，我们焯一焯呢，能有效的一个是杀菌消毒，嗯，再一个呢去去血沫，那这样呢做出来的排骨呢就更清澈了。您说这个排骨就是我买回来以后再焯也好煸也好，之前我先用冷水浸泡它一下，有没有点这个？哎，它也可以，也可以拔一部分血污，嗯，但是你比如很新鲜的排骨，你这一拔呢？过多的血水出去了，也会影响它的鲜味。哦，反而啊，如果说你简单的洗一洗还可以，哎，如果有的人不注意啊，弄一大盆水咣当泡去了，干别的去了，搁仨小时回来了，再一洗一挤，血水全出去了，吃到嘴里头就显得少点鲜味了。所以说，什么东西都是要掌握一个度，对吧？哎，适可而止，又要出去点，又要留下点儿。对，那所以焯烫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。嗯，在焯烫过程中呢，你比如我们再加点料酒。也能可以很好的去它的腥味。嗯，料酒。嗯，那个，我为什么不能冷水放下去啊？来，对，嗯，我们加开水下锅有什么好处啊？您冷水下锅吧，它那血沫子就不停，那血沫子没完没了的出，那血沫子打完一层，一会儿又出一层，打完一层又出一层，那不好吗？那不好，因为那鲜味全走了。哦，所以我们呢，出多了，这样呢下去呢，开水一烫，在表面鲜味的时候就凝住了，里面能有效的保持里面的鲜味，啊，保持里面的血水，保持里面的水分。更鲜、更滑、更嫩了，就这意思，啊！因为待会儿还有煸和炖的过程，是吧？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啊，那你这样里面不会熟。嗯，一会儿还有加热的很多时间呢，所以
这边呢，用开水反倒是有好处的。对，我们把表面的血污和一些杂质，哎，消消毒，嗯，啊，去去血沫子就行了。徐师傅这句话很关键，这一遍的工序主要是去掉它表面的这些血污的。血污对，然后呢，我们放入料酒，来能有效的去腥。只用放一点料酒就行了吗？哎，放点料酒完了。哎，你比如说家里头有条件的，你愿意放点葱姜，嗯，可以，是吧？扔几个段的葱啊，几个大块。但有的人觉得哟，这有点浪费，扔几根葱。一会儿焯一开锅，那葱就煮熟了，不好使了，也扔了。哎，对，在家里头嘛，要馆子里做无所谓啊，几把葱下去，对对对对，弄。过家里咱们得精打细算，是不是？这个得焯烫到一个什么感觉呢？就是表面已经完全变色了。哎，让它变色了以后呢，然后把这个沫子打一打，还必须要打一打沫子。嗯，哎，你看，把它往那边糊了着。啊，把沫子都往你这边糊了，这时候你下家伙，它好下了，是吧？这么着就好下了，是吧？沫子出来了。对，有的人那个就是这一遍焯烫是差不多了，他就开始往外盛这个排骨，不打沫，不打沫全粘上去，对，那最后就等于白弄了这个工序哈，全粘在你的排骨上，对，所以一定要把这沫子打一打，这个工序不能少。哎，使你这个汤呢就稍微清澈一点。其实这个工序本身也是让我们自己心里觉得挺舒服的，就是眼看着这个干净了，哎，把脏东西，我把这些脏的东西我弄出去了，是。来，你看，基本上就合适了，可以了哈。你看我们这沫子一打，嗯，这汤水一会儿就变清了。把沫子打干净了，嗯，哎，血水基本去的差不多了，啊，比较煮的了，差不多了就行了。这个排骨的第一个步骤就完成了。哎，飞水。嗯。这个接下来您是要？要煸了。好。嗯。锅上火，烧热。我们要把这个大料和桂皮，我们要来。炸一炸，这个先煸香这些干的香料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哎，你看见没有？它比生着往锅里放又不一样，熟香了，焦香了，哎，这味道不一样了。你看这个屈师傅往里放的时候，很快就把这个火关掉了，哎，关成最小火，让一点点把这个味道给它浸出来啊。因为毕竟它是干的香料哈，如果会这个油温太高的话，一会儿就焦了。就焦了，它那味道没很好的释放出来。哦，但是真的哎，一下油锅以后，这个香料的那个。味道味道比自己原来的比它原来味道要厚，厚了，显得要厚。这个油呢留下来，我们下次还可以再炒菜用。这个大料桂皮炸香了以后，我们再跟排骨一块炖的时候，它那种香跟生着下的时候又不一样。就是、这包括我们很多煲汤啊，用牛骨啊什么煲汤的时候，要把骨头上火烤，烤熟了以后再煲汤，哎，那味道又不一样。就是这个东西过几遍火，哎，跟着最后出来的味道，绝对是有。有天壤之别的啊，有的时候，对，所以这就是做菜要讲究。那您的意思，我们要是只要是做这种炖菜，其实要搁这些香料的时候，都可以有这么一个。哎，其实呢，小火煸制的过程，给大家呢，通过我们天天饮食，给大家介绍不同的方法，是吧？您有这雅兴的话，您可以用这方法，您尝试尝试。对，是吧？对比对比，你就有感觉了。做炖肉啊什么的，搁点香叶也行，对吧？稍微煎煎，嗯，好了，颜色变了，对，我们就可以了。刚才屈师傅说了啊，这个油可是煸过大料和桂皮的油，所以是可以留着用的，因为这个油很香。嗯，我们也叫调料油，哎，使这种油。您说待会儿拿这个油炒个油菜，哎，都跟平常不一样，各有味道，是吧？好。哎，我把它呢倒到碗里，逼出来，留着备用。这一碗香料油，待会儿拿它炒个蔬菜啊。哎，干个别的。太好了，这我们放在盘边备用。好的。好，香料炒好了。哎，我们来点油。这就该开始煸排骨了。煸排骨了。煸排骨下锅的时候怎么掌握火候？哎，这时候刚开始不要火太冲，我把这葱姜我们要放下去。哦，先放这些葱姜，啊，把葱姜煸香。嗯。煸香之后，把排骨放下去。哎，这时候我们要煸一煸这个，哎，这个排骨，给它煸香了啊，煸到它那边儿有点焦黄了啊，这时候我们再烧制就不一样了。因为在家里做呢，很多人有时候就是没有缺了这个煸的这个过程。对，缺这过程。哎，你看啊，这边有点焦黄了 啊，炖行了。煸到这个时候，哎，把整个的排骨煸的有点这个
出这焦黄的感觉了，哎，已经出了那种香味了。你看边是不是有点焦黄了？嗯，不是刚才那种味儿了。把料酒，碰料酒。嗯。其他调料要吗？来。其他调味料也得。老抽。来点老抽。老抽，上点色。来点酱油，确定基本味。盐糖这时候也得用。哎，糖根据您的喜爱可以加多少了啊？盐少许啊，因为我们酱油、老抽都有了。来，我们加上水。好，我加热水。热水。您告诉我加多少？平齐吗？好嘞，好嘞。这是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到一半的时候。一半的水能给它基本能没过来了啊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点鸡精。这个时候再把我们啊煎香的桂皮大料放下去。哦，这个时候放，这个时候放，那就差不多是要开始进入到炖的阶段了啊。今天的这个排骨应该不用上高压锅去炖了吧？不用了。那我们还有一个招呢，让它成稠快呢，得加锅盖。哦，盖上它焖了，这样呢，让它这个时间呢就会缩短一些。嗯，本来排骨其实就比较容易熟，对吧？我们用大火或者中火是吧？哎，对，我们大火烧开了呢，我们就改成中小火。中小火，因为它有气往上顶着。盖着盖儿大概估计得多长时间？大约在25分钟到30分钟。啊，也要炖个30分钟。不管怎么说，排骨应该是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哎，你看这是差不多了。哎，这个汤汁儿现在正好还够我们下土豆。下土豆了，哎，这时候呢，我们把土豆放下去。一定要什么呀？跟那汤汁儿要裹上啊！这可是今天我们剔出来的土豆，不是切出来的哦。嗯、现在就剩下让土豆把这点肉汤吸干净。吸干净了啊！哎，让它全浸在汤中。那土豆待一会儿就出淀粉了，这汁儿粘了。哎，对，太好了。嗯。最后就油光锃亮。嗯。土豆这个东西还是很神奇的。哎。晃一晃勺，这个也很重要。这汁儿就粘稠了，全嘬上去了，碾上去了，裹一裹，哎，把这汁儿全挂匀了。晃一晃，裹一裹，哎，齐了。这时候咱们就可以关火了。汁儿已经收的差不多了。收差不多，关火。出锅，出锅。哎，然后我给它翻裹均匀，哎，出锅装盘了。去了。好。最后。关键之品雪春完成。你说这个虾子，我忘了，那到我是先放香菜还是先放梅毛葱啊？一撒，天女撒欢吧。两样一块儿啊？哦，那您怎么说就是随便撒呢？对，主要得往上面来。哎，这个，嘿，白绿相间，红白绿，你看看这颜色，枣红色。对，后面这个最后加这个香菜跟梅毛葱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？来，它呢，其实呢，一会儿热气一熏，其实它也塌秧了。嗯，吃的时候一拌，你看葱、香菜的味道是那种鲜香味，又融入进去了。嗯，土豆炖排骨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：第一，土豆去皮儿，用刀根撬成自然块，排骨剁成小块后放入开水中，加料酒，飞水备用。第二，锅中放入底油、下八角和桂皮，小火慢慢煎香，控油备用。第三，热锅凉油，下葱姜，煸香后倒入排骨，炒到焦黄色，烹料酒、老抽、酱油，加白糖、盐、开水、鸡精和煎香的桂皮、八角，盖上盖儿，大火烧开，小火炖30分钟之后，下入土豆块，大火收汁，出锅后撒香菜即可。冬天吃这个东西真的是太棒了，值得一学。我们开始动手吧。我们好吃，但是不懒做。天天锦囊，冬季是咳嗽多痰的季节，吃些白萝卜可以止咳化痰、清肺除燥。今天的天天锦囊教大家一款白萝卜的新做法——爽口萝卜饮。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白萝卜、蜂蜜，制作起来特别简单。第一，白萝卜洗净。去皮儿，切成小片儿。二，放入搅拌机中，加少量蜂蜜，快速搅打，过滤，取汁儿即可。